时隔两年后再次引爆的辩论海啸 5.0， 昨晚遗失霹雳怡宝展开山城舌战，素以关心社会议题为宗旨的辩论海啸趣味对战，今年选用了2016年年度汉字为辩题，正方汉字为穷，反方汉字为一，以此上演精彩交锋。这种辛辣题目既然拿来辩论，场上自然少不了会提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苦恼，而穷这个汉字显然在经济低迷、百物涨价的今年更容易博得观众的共鸣。由彭亨美律州议员邹宇辉、前辩手郑传义、大马西4动都校成员张国伟和 Astro 主播龙文敏组成的正方队伍，最终用大量现实例子和幽默的言语获得了观众的多数票，赢得比赛。一说到钱，钱不够用，他就直接说到人的心里去了，特别是百物上涨的时候，所以他刻画了很多很实在的例子，从开学要买东西啦，农历新年要到啦，就让大家感觉到说，哎，包括有上菜市场的时候买东西，还有马币下跌，因为太多例子让你马上可以感受到。同样由四名知名辩手郑秋桦、张国兴、陈少康和骆俊奇组成的反方队伍，虽然捍卫汉字一不成功，但也带来了不少笑声。对于这样一场既引人大笑又引人深思的活动，参与者都说希望活动能继续推广开来。我希望它是一个开始的一个小点，然后之后呢会让这个辩论的风气呢带动，然后到其他地方去。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一般很喜欢辩论，然后对时事课题也很有兴趣的朋友，在不断的提醒大家，就是应该要关注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课题。然后 NTV7 霹雳采访报道。